在地位所有和平友，在电视机前面的国人同胞，以及还有在网络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个人是完全努力不过，非常遗憾的未能完成政党轮替，我让大家失望了。我还在这里深深的表达我十二万分的歉意，抱歉，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在这一次国民党全党上下一心，各阶级以及我们各县市空前的团结，但很可惜没有完成政党轮替。我要在这里，我非常的谢谢国民党在朱主席的带领，在各县市首长的鼎力协助底下，真的我很感动，很感谢。我也非常谢谢我在前台湾走透透的过程当中，看到我们区域跟不分区立委全力的鼎力协助，真的我更感谢的，我看到对我满满支持的关心的所有的支持者，我真的辜负了大家。对这些给我满满支持加油的好朋友，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给所有的支持者以及给党内所有关心侯友宜的人再度的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特别感谢赵少康，赵少康先生也是我们的兄弟，他在关键的时刻义无反顾力挺侯友宜，力挺国民党，我对他充满着感激。谢谢少康，谢谢，谢谢，谢谢。我要再度的谢谢朱主席以及马英九总统、连战副总统，还有萧万长副总统、吴伯雄主席以及王金平院长，在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仍然拖着脑袋的身躯给我满满的支持跟鼓励，这份情这份意我永不能忘。其中我最感恩最感谢的，就站在我左手边我的金辅中执行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金执行长二话不说，兄弟挺你，他跟我毫无怨言，他只为了守住中华民国，他只是看不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让民进党执政会贪污下去。他结合的有志之士，结合的竞选团队的所有成员，来面对所有这一场最艰巨的选战，他愿意牺牲奉献，义无反顾。真的谢谢金主持人长，今天的选举的结果他还是坚持，成功不必在我，失败他愿意跟我站在一块，我要在这里谢谢金主席给我这份恩情。我更要谢谢我们所有的竞选伙伴团队们，你卖哭泣，你不要丧志，
你们都做得真棒，真好。由于有这些健全团队，我真的很感谢。我尊重台湾人民做出了最后选择，民主的选择，就是人民做主。人民的决定，咱就要面对人民，咱就要好好啊听进人民的声音，按照人民所期待向前行。所以在这边，我除了要恭喜赖清德、萧美琴两位大姐，也期许他们不要辜负台湾人民对执政者的期待。执政者真正爱把人民的心放在他的身躯上，把人民的声音你爱听入，一定爱听入。这次选举的过程非常的激烈，但重要的是，我希望各党派在先后面对台湾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一个团结的台湾，不要跟分化冲突的台湾。侯友宜这一辈子，除了参选的目的，都是团结台湾，团结中华民国，团结咱这个土地所有的人。这是我深深的愿望。也希望执政党，也希望各党派大家会听进，尤其这场选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台湾面对了台海安全的问题，面对了美中台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面对，让台湾的民众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更期盼的，民进党这八年，我们希望有不好的地方，人民的期待的声音你要听进去以外，以及要打造一个青年有效率的政府，让我们台湾人民期待是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这才是执政党以及我们所有人最深的盼望。对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我知道大家都很歹过，真失望。甚至我头戴伫后台，看到我足侪好朋友伫遐流目屎，我会当理解，我嘛真唔甘。这个唔甘，是因为咱足爱这个土地，咱爱咱亲爱的台湾人民。咱爱咱的厝家人，爱咱一块拥有咱大汉的国家，咱会当难过，但绝对不要气馁。我们要把悲愤的力量转化成监督民进党的力量，这是台湾进步的力量，更是捍卫中华民国的力量。懒绝对不能散，也不会就此消失。点都变过来，我们要更坚强、更茁壮、更不断的大步迈进。这才是咱的台湾人的开口。这段时间，我走过大街小巷，感受到每一个民众给我满满的温暖，给我很多的热情的支持，每一双手，每一句话，每一个鼓励的加油的声音，都是侯友宜一世人爱记在心内。这个情，这个意义，我用我这一辈子守护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土地的力量来回报大家。明天我就会捡起我的袖子上攻，不辜负支持者以及人民
对我的期待，我用更认真、更努力来奉献我们的国家，不辜负人民这一次给我满满的鼓励跟加油，再度给大家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的听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